启程，走。比赛吗？不是，人家就是划着玩的。你还得说这俩人他不同步，那能走得了吧？哎呦，真的不错，真是。咱们这个传戏怎么标一下？还想着这茬儿呢？啊，来吧，来啥呀？来一个命题。你的面前有一个城堡，城堡叫君临城。你是一位出征的勇士。出征的勇士，我是勇士。对，现在你出海作战长达3年已久，3年了，没回来。回来以后，你的公主在城墙上面向你召唤，这时候你要冲她呐喊，说出你这3年对她的思念。哦，大喊对她的思念。我演这个公主，你就冲我表达就好了。突然到了君临城了，抬头看到了我梦寐已久的公主。怎么了？走了，完了，你至少得说两句啊，咱俩3年都没见了。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City of Star? There's so much. 3年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想你，想去吧。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不是，本来您演这公主就有点无厘头，有点。那他来演，你来。那公主能是男的吗？哦，行，这样，你们是父子。规定情景是已经快行将就木的一位老国王，期盼着自己的儿子凯旋，打了3年仗回来了。你跟他说什么？快。开疆拓土啊！开土去了，多久了？3年了。3年了。3年了。回来了吗？你是老年痴呆，你把你儿子都给忘了。忘了？还去吗？我不去了，我要陪您走完生命当中最后的日子。嗯，回家吗？不回家，我们去哪儿啊，爸爸？那这几年您都是怎么过的？这几年都是我陪着他呀，这几年都是我陪着他呀。有一个从邻国来的公主，一直陪伴着您，有她陪着您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是一对儿。3年确实没有很久。对啊，3年没太久，3年没有什么感情。真的，那戏码改变了30年。三十年没见，我今年才23岁，我们爷俩30年没见了。儿子，你回来。
觉得他是在寻找一种老的状态，是吧？塑造人物嘛，啊，肯定要从语言上、口音上、从口音上去改变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个什么？哇！我要这个。我觉得我们面向这个君临城，在1600年来从来没有失守过，这的君临城才真正的凭实力骄傲，凭实力骄傲。我们为他干一杯，喝他。慢点啊，不要再那个手太大动作，我尽量。